大家快看，我的左脚在中国，右脚已经在哈萨克斯坦了。花尔果斯这个名字在蒙古语中意味着驼队经过的地方。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小兔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来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霍尔果斯口岸。在这里呢，仅仅一步之遥，你就能从中国跨到哈萨克斯坦，有够刺激吧？走，跟我一起去体验这一国两国之旅。现在呢，我已经在口岸里面了。你们看，朋友们，我左脚在中国，右脚在哈萨克斯坦，这样跨过来就可以出国了，是不是超级酷呢？在这里呢，你还能体验到两国文化的交融，还可以看到两国人民友好往来。你知道吗？霍尔果斯这个名字在蒙古语中意味着驼队经过的地方，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。如今呢，这里依然保留着许多历史遗迹，讲述着古丝绸之路的辉煌。来到霍尔果斯呢，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免税城啦。从国际大牌到地方特产，真是应有尽有。走，跟我去看看到底有啥好东西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免税店的里面。我觉得女孩子来这里真的出不去。除了国际大牌化妆品之外呢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进口食品。我觉得不能满足女孩子的爱好，连家里的老少我觉得都可以。我觉得这里最具有特色的呢，就是各式各样的巧克力啦。不仅价格实惠，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好。除了繁华的市集，霍尔果斯的自然风光也同样迷人。不远处的赛里木湖，湖水清澈见底，四周雪山环绕，是放松身心的好去处。最后呢，千万别忘了要办理边境通行证哦，这可是进入霍尔果斯的必备证件。如果你也对这片神秘的土地充满好奇，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。别忘了点赞关注，带你发现更多新疆的美好。关注小兔，看见真实的新疆。